我想强调的是，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。多年来，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，为促进美国的国内就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泛化国家安全概念，将经贸投资问题政治化的言行，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，有损外界对美国市场环境的信心。